家手中的手机相机，把我们拿出来喽。还有干杯哦，就那两款，就这两款就好，就这样子就好。来，这个阶段呢，一样非常精彩的表演，来自我们高雄盆方开发啊，由我们的庄家关圣地区特别要来恭迎恭祝我们的普天堂啊，在我们新年度热闹恭祝我们出府千岁、圣诞千秋啊，我们入伙安坐的一个现场，特别呢为大家带来啊我们的精彩的一个呢啊我们的节目的一个表演，也感谢大家的欣赏。Yeah.